我在失真位置上上九，对啊，艾九，嗯，同时韩远成会上罐，扎着针上罐，在针上上罐，有没有以后啪往上一贴，贴的这种，贴上通过肾，中国的膏药不就这样吗？哎、是，那我就干脆直接 mRNA 疫苗就完了嘛。而且这个病毒序列本身是 RNA 的呀，对，那为什么要做 DNA 疫苗？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 CEO 董烨老师。烨老师好。向飞大家好。今天还来关注一下疫苗的话题，因为新冠病毒的疫苗现在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技术路径在走，那么给药的方式呢，当然现在基本是肌肉注射，但也有一种说未来可能会通过呼吸啊、吸入式的方式。对，现在华人的科学家和DNA 疫苗的，这应该是在美国吧？啊，是 DNA 疫苗的那种注射的方式结合起来之后呢，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拔罐加上 DNA 疫苗的注射。那么最终的一个效价评价，它的保护力可以提升100倍啊，乘以100，这个太神奇了啊！当然，就只有华人科学家会做这件事情了。这个翻译过来应该是叫林浩啊，就是罗格斯大学的一个科学家，他相当于是在注射完了疫苗的这个位置，用拔罐的方式。对，那不把药给抽出来了吗？那抽不出来啊，因为注射进去了，它是成一个负压。嗯，我还是讲这句话，如果你真的是去找到一些靠谱的，就是中医理疗师。我们一般针灸有些会连用的，嗯，这个见过吧？对，我在失真位置上上灸，对啊，艾灸，嗯，同时韩远成会上罐，扎着针上罐，在针上上罐，哦，啊，这确实把针抽出来了，那不可能，那还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很多的经验医学，嗯，因为为什么针灸或者说拔罐、刮痧，嗯，这些在美国都被承认，嗯，因为这些理疗是立竿见影的，嗯，因为舒不舒服是马上就可以主观性评价的，嗯，这和说你吃中药这么复杂的这种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它这个里面就是利用了这一个啊，产生一个局部的负压，嗯，从而增加了我们细胞对这些外源的核酸分子，不管是 DNA、嗯、和 RNA 或者我理解小分子蛋白质，把它吸进去，吸收，把它吸收进去，就加速了这个过程。嗯，因为本来细胞就有这个功能，嗯，你只是创造出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就让这个条件更有利于它去吸收外来的这样的物质。其实这种经皮的一些给药途径，科学家们一直在讨论，比如说有没有以后啪往上一贴，贴的这种，贴上通过肾，中国的膏药不就这样吗？哎，是，就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经皮给药的途径。嗯，还有一种就是有没有一种所谓的叫无痛采血，无痛采血，贴上以后靠一些毛细的，看不见的皮肤几乎无感知的，哦，把血给渗出来，非常细，抽出来一些针，就有点像我们有些就像一个刷子吧，嗯，但是那个如果那个刷毛足够小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了。现在不是有针对糖尿病病人测血糖的？对，大部分都是还是要钉一个口的，也不疼，但是心理感受好像会觉得我被扎了一下。对，实际上是不疼。但如果未来有那种更细的无痛采血的方式，那可能就更容易接受了。哎，是这样子，因为十指连心嘛，是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有这个感觉。所以整体来讲呢，这是我们此前讲的比较少的一种啊，新冠疫苗的技术，就是 DNA 疫苗。嗯，因为绝大部分做 RNA 疫苗，特别是 mRNA 疫苗的时候会讲，你反正 DNA 疫苗注射进去以后，你还是要产生 mRNA 疫苗。对啊，那我就干脆直接 mRNA 疫苗就完了嘛。而且这个病毒序列本身是 RNA 的呀。对，那为什么要做 DNA 疫苗？实际上 DNA 疫苗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储存条件比较简单。哦，它不需要 mRNA 疫苗，动辄就零下负70度运输。嗯，这个很棒，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稳定。它有它的一些啊有益的，而且你不能只考虑新冠的，嗯，别的也行嘛。既然我能增加免疫，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注射疫苗之后我给一个负压，不一定是拔罐了，嗯，它这个里面其实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做的，我们可以说就有个负压也行了。所以我们知道 DNA 是双螺旋的双链啊，对，它被注射到人体之后还是要解开螺旋的吧？对，然后还是要刺激我们要生成免疫蛋白，哎，是吧？没错，啊，嗯，是这样，就过程是一样的。对，所以整体来讲呢，就是这一段的 DNA 疫苗呢，它为以前的这种转染就让它能工作呢，嗯，我要不用电刺激，嗯，啊，我们电转染，反正以前的方式都很麻烦，要不然就是需要能量大，要不然就是效率不高。如果用这种负压的方式，就让生物体本身产生了一个把它变成感受态，这就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如果真的是用拔罐的方式，现在不是有那种不用明火的拔罐吗？就是后面有一个抽子啊，抽子嘛，抽出来，把那块肉吸起来，也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这也是个很好的。所以其实我们讨论的中医其实不是中医，就是传统医学。对，西医没有什么西医，就是现代医学，只要这两种方式能够对话，我们就赢了。对，而不是说大家都以贬低对方，嗯，啊，
你只要是你的什么都是错的，其实不是，大家各自承认各自的不足，把大家互相能认同结合在一起，这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把传统和现代，把东方和西方融汇在一起的一个科技成果吗？而且说到传统医学，西方也有传统医学， 对， 对吧，当年的放血疗法也是西方的传统医学。 是的没错、所以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其实看到了一个东西方还有传统和现代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当然这个结合它是通过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评价的体系标准，对，就看你的这种抗体保护，对，到底有没有提升？如果最后发现哇，真的是提升了100倍，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你管它这个是传统还是现代，最终结果是好的啊，所以不能够看广告，还是要看疗效，对吧？好，感谢关注今天节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